纯粹怪自己太害怕讲话，说谎都好尽，做我自己太易会得罪，索教的复制人对不起我想有，却不够不对事对人。若靠自己判断我好坏，怕有些痛恨，但觉自己太对不住某处境的某人，内疚得很，自责得深，如何可不顾人请指引。人难道最怕善欺恶在我像个人，能幻想爱能感化，带着一世平安去幸福好人，难以为人不敢。自己背叛我的话，我怎么敢分？若我自己也恨我的话，再怎么敢见人？赤子心从几斤，如全火可变埋都吸引。善欺恶在我像个人，能做所有事都上心，谁拿着一世平安去幸福好人，扮演坏人已够。准备走土后都有抱负清晰人，谁沉落得轻松变坏人，人越想美时伤到太多，所以想不能不能面对灵魂一口闷，令我知好人。 Thank you， 我真係大抽林家謙嘅《怪我只敢做好人》。